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我现在的工作是空服员，我打网球已经有一年的时间。我平常除了打网球之外，还喜欢去海边。那今天很开心来到台北大学这边，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打网球。我最喜欢的运动员是纳达尔，因为他除了很壮很帅之外，他每一场球都会全力以赴去打每一颗球。像今年的澳网，他虽然输了，他在比赛当中有受伤，就是把一场球赛全部打完，就是让我非常的敬佩。脚棒动起来，好，踢过门，踢过门，好球，走。就是我之前打网球发生一件糗事，就是我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学，而且班上有大概五六个同学，然后教练又还蛮帅的，可是那天就有点下雨，然后我就在帅教练面前就是要接那颗球的时候就整个人就滑倒了，然后同学又看到，我就觉得超丢脸的。很累吗？厉害，你们可以吗？我之前在大学有学过网球课，选择网球是因为我想要体验挥拍的那种速度感，然后而且可以跟朋友一起玩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好，走啊，动作做完了，厉害，nice。左一球，哎 ，nice， 不知道给你发一下 ，nice shot。我觉得打网球对女生来说，因为我们都很瘦弱，然后力气很小。但我后来经过教练指导之后，发现原来要用一些技巧，可能是腰啊，或者是哪边的力道这样子，让我在打网球当中才可以比较顺利。好的，好了，谢谢了。啊。终于打完了，今天好开心，而且还有运动到有流汗。今天最棒的就是教练有帮我非常的细微的调动作，因为网球的话动作标准很重要，所以今天就是有被调一下动作，觉得自己变专业了，而且我刚刚比赛还赢了耶！希望大家有机会就一起来打网球，很好玩哦。想看更多运动证没？请上雅虎奇摩搜寻正妹爱运动。